台钢雄鹰最强外挂韩籍啦啦队女神安之轩，有着甜美脸蛋和火辣身材，日前才宣布搬到高雄，更深度体验台湾。在天气变热之际，安之轩也化身辣台妹。近日上传多支深夜街头热舞的影片，白色细肩带背心加牛仔短裙舞告嗨嘛。其中一支，他与队友朴敏树直接站在高雄的六合夜市中间跳舞，让不少粉丝激动直呼“好想遇到你们哦”，并大赞女神们亲民的很入境随俗。